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优视频道财经台主播 Alice。在湾区常常会有 home and garden 的展览会，参加 home and garden 展览会不仅仅是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家居的行业的最新动态，也是让我们可以跟装修行业的各个专业人士有个深度的交流。每年在湾区的 Convention Center 都会举办展会，为参观者提供了免费的预先注册通道，让大家可以非常轻松地进入现场，参观者还有机会参与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抽奖活动。和各个装修的店家进行深度的沟通，包括 ADU 厨房的装修、Pest Control 以及后院的装修等各种各样最新的行情，这样的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。以上是本周的民生资讯，好康哪里找？我是财经台主播 Alice， 我们下周见。